大家好，我是林嘉欣。我觉得我还蛮用功的，我自己觉得我做很多功课，很多的准备。从戏剧的一开始，我的第一部其实真的是一个缘分进电影，然后从一个没有任何的剧场或任何的表演的基础，碰碰撞撞。总之，我觉得一个演员他必须得要是就是跌跌撞撞，才会慢慢你会知道自己在哪一方面必须要更努力的。后来结婚生小孩了5年，就是这5年的停顿，其实我有在不同的地方在进修剧场的课程。对啊，我还是要学习，因为毕竟我先生比我大一轮嘛，那所以我觉得他很多事情他都比较冷静。我是演员嘛，然后我又比较小，所以我是比较这样子。我觉得很好玩，像导演他都说他每一天都跟那个又很单纯又很倔强的人生活在一起，就是平常我都很 OK， 没什么事情，可是当我相信一件事情，我觉得自己是对，我就是也对到底这样子，所以他就觉得我很硬这样子。我大概75吧，可以再更好。我不是虎妈妈，可是我也不是猫妈妈。我觉得我们的家庭的那个价值观，就是我经常觉得像一个拥抱。我在就是在这个拥抱的范围内，你都是自由的。可是当我觉得需要有一些规范，就是需要一些 boundary 一些限制的时候，我就会把那个拥抱缩紧一点点，然后我觉得你知道一些道理一些原则上的事情，我又把它放松一点。那可是都是围绕着爱，我觉得我们家都还蛮重视这一点的。太多了，我觉得一是重新去认识我们的世界，比如说我的女儿有一次在电梯，她看到一个蟑螂，他就趴下来，他说早安，然后我反应我就很冷淡，我就看他怎么玩，然后他看到那个蟑螂不是会这样虚会这样吗？他说我要去上学了，你等我。然后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如果你大人你很慌张啊，把他踩死，那你就错过这一段的记忆。然后我看到他这样跟那个蟑螂互动，我就觉得其实真的小朋友很可爱，在小朋友眼中什么都是好的，就是重新去欣赏很多日常生活的一些点滴琐碎的事情。